2022年5月21日3:05至5:17，总共响咗14声。喺4:17，我喺厨房面向洗手盆嘅，好清楚咁听到我身后嘅右上角传嚟嘣一声，而喺厨房嘅另一边角落系冇嘅，永远唔会听到嘅。个厨房嘅角落都系会响噶，不过我少喺厨房，所以就好少讲。